来看谁？我本来想来看孟美岐，结果她不在。你是听到消息多久之后就赶过来了？十二分钟，就冲过来是不是？哦，你今天是来看谁的？哦，我今天是来理发，然后顺便路过听他们说在这里。那你有 pick 哪个小姐姐吗？哦，我 pick 傅菁。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